种感觉，好爽哦，开心。林可彤嫁千万副总裁，要老公百发百中。36岁名模林可彤和银行业副总裁 Tom 交往3年，18日在台北万豪酒店举办婚宴，席开21桌，婚宴布置150万元。林可彤身穿 Honeysuckle Atelier 共3套礼服，共约100万元，50万的薄穷对戒也是她亲自挑选。她说老公很早就想套牢她，去年2月突然捧着2.5克拉钻戒求婚。一年前她的国语又比现在更糟一点，然后她就学了一句永远永远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永远要在我身边陪我照顾我。平常有在运动的他完全不担心生育问题，还希望 Tom 可以百发百中。就是如果你打100次，对，100次都中，中什么？他会说干嘛不打一次就好，要打100次呢？哦，打这个。我的人妻宣言就是，你觉得我有什么事情需要结完婚之后会要做更好吗？还是我已经做很好，做得非常好。惹动新闻，祝可彤幸福啊！我的墨镜顺便拿来哈，报道。